Hello， 大家好。前几天崔小娟的生日呢，我想请她吃饭，结果没请成啊。然后今天得知是崔小娟的农历生日，就是比较正式的生日，所以我打算再请她吃一次饭。希望大家多点点免费的赞，点个一两万就够了。崔小娟，走吃饭去。怎么就请我吃饭了？我请客。你今天不是生日吗？这你请客？走，我买单。走了，走呗，就是你去不去？他不去，他不去，他不去啊。怎么能让老寿星倒呢？别，我先给你倒一杯。肯定是一样的，我们俩不分你我。那你买单吧，不分你我。撑开了一口。菜没上啊，我们先搞个毛豆试试。这也是下什么好菜？对，羊腿是帮我们切好的了。啊，这个是送的串，是套餐一起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还送的串，这是一起的套餐的。对，一起的。好烫，好好，那料还是抓的挺多的。是羊肉，可能吧。这种才爽，好吧？虽然说没什么肉。哎呦，客气了。老寿星啊，今年80岁了吧？那你能给我表演个上吊？寿星上吊，嫌命长是吧？就是香菇，哎，好吃。好吃，是好吃，入味儿。它比一般那个香菇烤的好多了，应该烤到里面没味儿。对，比较干，这个就挺湿的，有点像炸串的是吧？专门给你买个小蛋糕啊，年轻女生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可以吧？让你挑啊。不是点蜡烛吗？有蜡烛吗？你肯定有啊。你多少岁啊？我94年的。那不是应该27吗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知道我活了哪一岁。不是，你现在今年几？你本来几岁啊？我94年的。你妈真的臭傻逼！平常你是不是在外面说你27啊？不是啊。你几岁？人家问我多少岁，我就说94年的。OK 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。然后软妹说要给我买个蛋糕，虽然我们平时也不吃蛋糕啊，但是我们仪式还是要做的，对吧？是的，防止说不做仪式，对吧？会有厄运。活不到明年，有活不到明年的生日是吧？那也不好，对吧？对，还有免费的三个许愿望，是吧？三个吧，我是纳美克星的神龙吗？怎么三个愿望？三个愿望。OK， 我们已经回来了啊。这个生日嘛，搞个蛋糕啊。对，搞个小蛋糕啊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过这个生日。是说什么呢？是吗？点个蜡烛。Okay. 不能，我还没吃呢。你还没吃是吧？舅舅，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吧？那你许愿望吧。哦，这样的。要三个愿望。闭着眼睛许，最后一个愿望是许关于自己的，不说，前面两个是可以说的。好懂啊，第一个嘛，就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不是，这你真是，说不定他们也过呢。第二个是，就是我的孩子们啊，就是我的孩子们啊，健康成长。你的孩子们，对，我。哎，不是，你别指啊，健康成长。你这骂人呢？第三个就不说了，第三个闭着眼睛许。对，你好啊！这别，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蛋糕，不浪费，不浪费粮食啊！许完了，许完了 ，OK 了，家人们，是吧？这舅舅能不能吃啊？不能吃，不能吃，给他吃草莓吧。
给他吃草莓。他能吃水果吗？应该可以。给他吃草莓上的草吧。嗯，对。嗯，嗯，不吃算了。小碗是吧？挖着吃呗。挖着吃。我做好这个好厚啊。好厚，只有脸皮还厚。对对对，哇。哦，哎，先把闹钟拿了吧。嗯，哎，挺好吃的。嗯，别，哎，没有，也没这个面包不好吃是吧？面包时间太久了啊，时间太久了，真的久了是吧？嗯，你原来呢？啊，你还没吃呢。OK， 蛋糕也吃过了啊。那么好的，本期的视频到这结束了。嗯，喜欢我们朋友们点赞再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